那要用什么来证明呢？你是真断了，真断掉之后啊，清净心现前。我们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刚刚现前，好像早晨呢，太阳还没出来，太阳光看到了，曙光看到了，是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劝勉大家，也劝自己，啊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。我讲真话了，这十六个字我们放下了，我们在佛法修持上在哪个阶位呢？是在初性位的门口。没进去啊，我们自己以为很了不起了，在门口没入门。那要怎样能够入门呢？入门我们这个条件不行，要用经典上条件，那是佛说的啊，真的把五种见惑断了，你才能证得初性为菩萨。那要用什么来证明呢？你是真断了，真断掉之后啊，清净心现前。我们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清净心刚刚现前啊，好像早晨呢，太阳还没出来，太阳光看到了，曙光看到了，是在这个境界里头啊。我们的本能，本能就是六种神通，两种出现了，天眼出现了，天耳出现了。啊，这个天眼出现了呢，就是说你能够突破空间维次，啊，你能看到六道里面的状况，因为你刚刚得到嘛，这能力还不大。啊，小神通。啊，这两种肯定出现。如果这两种没有，那你决定还没有证得初性位。啊，到二性三性，就又加两种事，两种神通，他心通、虚命通。啊，四性五性，这个能力慢慢往上扩大了。到六性位的时候，神足通出现了。啊，到七性位也，漏尽通出现了，也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。跟此地讲的时候，福断尘沙啊，见思烦恼尽了，福断尘沙七性以上的菩萨了啊，他也到六道里头来教化众生了啊，这是到六道里教化众生的七小菩萨啊，有时候自己力量扶不住，扶断扶不住的时候，啊，还会退转，还会堕落，但是不怕，有大菩萨会照顾他。啊，他在遇到魔障的时候，
大菩萨来救他，啊，但是他会接受，他很容易回头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佛嘱咐这些大菩萨，常常护念小菩萨。小菩萨都是讲十行为的，啊，十住以上大菩萨摩诃萨，啊，摩诃萨是讲初住以上的，啊，别教是初地以上的，啊，原教是初住以上的。啊，凡往生者呢，不再堕凡地，这真的位不退。极乐国土啊，唯一佛尘，故不堕于小尘，心不退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真的像释迦牟尼佛在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。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乘，啊，没有二乘，二乘是大乘、小乘，三乘是声闻缘觉菩萨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，只有一乘法。啊，一乘法，一佛乘。啊，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啊，把那个四十一位，我们不要去理会它，只提出法身大士就一乘法。啊，他那个四十一位是个是非有非无，啊，不能说他真有，也不能说他真没有。啊，我们在经教上讲了很多次，那是无始无明的习气。啊，无始无明真的断了，他真的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习气不容易断，啊，这心不退。既生同居，即同生上三途。缘修缘证，于此途中逼迫无明显佛性而证念不退。啊，这讲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状况，大致是这个样子。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啊。所以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快啊。所有的障缘都不存在。于念不退中，超尽四十一因位，一生成佛。啊，这四十一因位就是这些法身大士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断尽啊，所以。有这么一个说法啊，可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决定看不出，这是初住菩萨，那是等觉菩萨，你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平等的，你怎么会看出来？只有佛才能看出来。如要解人无逆十恶，这是阿鼻地狱的罪业。无逆十恶，十念成就待业往生。我们对于这些造作罪业的人，敢不敢轻视啊？不敢。他在临命终时遇到善友，劝他念佛往生，他要是一下觉悟了，一念回头，
断卧修善，那十声佛号就是修善。他真的往生。四十八愿里头，阿弥陀佛说，唯除十逆，这个无逆十恶。为什么呢？他不相信。那不相信的，那就没法子。无逆十恶要是能够具足信愿行的，那一样成就。啊，所以他后头说，这个说得清楚啊。啊，你不能相信的，那就没办法了，他回不了头来。无逆十恶临终的时候，能够相信，就能回头，能回头就能够往生。你看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这待业往生，具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。这句话重要。凡身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也得三不退。所以他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又了此啊，这都是要解善加的，方能深信弥陀愿力。这句话要记住啊，深信一点都不怀疑阿弥陀佛愿力啊，信佛力呢，方能深信名号功德。我们念佛，大家都念佛，念佛的功夫不一样，念佛的效果也不一样，功德不一样。那什么原因呢？完全看你的信力。你有一分诚信，你念佛的功德就是一分；你有十分诚敬，你念佛的功德一定是十分。那怎么会一样啊？不一样啊。我们对于名号功德这个深信从哪里生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研习经教的重要了。你对于经教越透彻，你的信愿那个深度就越在加深。对于经教啊，不透彻，不了解，那个信心很薄啊。只可以说，在阿赖耶里面种一个善根而已，起不了作用。别人跟他说这个法门好，那个法门好，他就动摇了啊，他就改信别的法门了，改学别的经教了啊。这个就是佛法祖师常说的，祖师们说的叫露水道心啊。太阳一出来一晒，露水就没有了啊，所以这就是念佛的人多啊，往生的人少啊。为什么呢？信愿不坚呐，不够深呐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因此，对于经教的学习，就比什么都重要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